首先，清水加葛黄打湿画纸，铺出底色，用调入一号液的红色，铺出牛肉的基底走势和明暗关系。倾斜画板，一边观察一边对其喷清水，肌理效果慢慢呈现出来。这时可滴入二号液，使肌理进一步加强，变得清晰。最后丰富并细化其他部分，完成多笔。三土肌理媒介剂所产生的绘画效果是画笔所无法达到的，运用巧妙之处可有天然成趣，以假乱真的效果。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三土肌理媒介剂的支持与关注，期待您的点赞或来评论区留言交流。